5:10起床，天还没有亮。5:15洗漱，准备出门上班。5:45出门，按电梯。5:46电梯来了，进电梯。5:47到达楼下，去停车场。5:50看到一个保洁大哥，这么早起来也很辛苦。5:55准备出发。5:57出小区。6:00也有很多人和我一样在上班的路上。6:05被灯晃了一下。6:10进燕郊西收费站。6:12上京秦高速。6:20过进京防疫检查站，需要检查身份证核酸，辛苦24小时执勤的民警。6:25进入北京。6:33马上上六环，冬天天儿确实长，还没两天。6:35看到很多出来拉练的士兵。6:38出城关，吓了一跳。6:40上京平高速。6:45到达吴各庄收费站，没有 ETC， 只能走人。高速收费小姐姐长得还行。7:00进入机场高速，开始堵车，走得比蜗牛还慢。7:15出高速，天儿也不是那么黑。7:20刚下高速就开始堵车。7:35进地库。7:45找到车位，停好车，准备去上班。7:50到路面上照个镜，忘了竖屏拍摄。7:52买早饭。7:55上楼吃饭。7:58到单位准备开始培训，很多小伙伴已经到了。上一次吃这么难吃的早饭还要追溯到昨天。